啊，你喂阿嫂好啊。然后呢，结婚没有结婚嘛？那生小孩以后的天神呢？他是神啊，不能跟平民老百姓结婚，所以说呢，不敢呢让天神知道。所以说呢，一生下了这个双胞胎以后啊，上把他放在摇篮里面，然后呢。这就是罗马的过来的，罗马人修的这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标记？就是这个地方曾经是罗马人的住家，而且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一时叫同一时光，在这里。妹妹，你要拍的就是这个啊。刚刚有啊，刚刚在那个战士纪念碑的下角。啊，有那么大一个，那么大一个。啊。前面没多久哈，我又看到一个挂看板地方，有没有红色的？有没有？然后左转进就是朱丽叶的家了，因为人很多，爬坡很多。那我们等一下，你记得出来以后要右转，然后看红色，然后回到。你变猫，你莫甲叫一个你安尼。我莫。照相要钱哦。我莫。没关系的。可以过去啊，照相。莫一盖，hello。
抱一抱，抱一抱。好热哦，赶快！哎，还有几个人呢、啊？这有四种口味哦，嗯。没得滚，没得滚呐！抱一抱，抱一抱！哦，得到福气哦！啊，阿伯去美国大使馆吗？美国大使馆，麦当劳就是美国大使馆。